你想黑我真的很欢迎。啊，来了，白敬亭，什么都不做，就让他跟我一起受苦，被人家整了几次，你就知道，哎，原来这个是不是这样的？舆情实验室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玩家 Jackson， 今天我来挑战立个 flag， 你敢问我就敢回答，现在开始。分别说出王嘉尔、萧敬腾成立在节目中最大的特点。老萧哥的特点就是客观、专业、很严厉。陈丽姐也是非常严厉，直接说吧。然后我可能就是对于所有的原创人拥有的所有的原创作品，怎么可以在现场完完整整的展示出来吧。歌难听，长得丑，哪个评价会让嘎嘎委屈到求抱抱？我觉得是没有哎，其实我都 OK 耶。求抱抱这件事，我每分每刻都想 Jackie 抱我。穿越到十年后，兔顶和发福更不能接受哪个？我觉得发福还可以啊，兔顶可能更不能接受吧。其实也不是说不能接受，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药可以买。发福我觉得胖胖开就是开心就好了吧，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想做王嘉尔的助理必须要三样吧，快、很准，做每一个判断的时候都非常准，而且很快很狠。如果流落到一个只有男性的荒岛，必须带一个娱乐圈好友一起去冒险，你会带谁？为什么？我会带小白、白敬亭，兄弟就是有福共享，有艰难的时候一定要同当。什么都不做，就让他跟我一起受苦。如果有一天白敬亭啊来了，白敬亭，如果有一天白敬亭把自己最爱的鞋送给你，你觉得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可能是他不想我合作的品牌继续合作下去吧。女朋友半夜三点要你出去跟他买冰糖葫芦，装我睡着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你就看是不是他有多想吃了。想吃的话就能怎么样，一定要买了，买了你吃完开心嘛，你开心我就开心。洗澡的时候最爱唱的一首歌是，我洗澡的时候就会唱我最新的一首歌叫 Faded。 You only touch me when you're faded. At first I used to go, would it go like that? It's only when I hella made it. You calling me up like blah blah blah.有人评价王嘉尔上综艺总是故意装萌，其实本人很精明，你对此想说什么？我觉得到现在我已经做了综艺有四五年了，我觉得人总是会成长的吧，对吧？之前的我是真的是我，现在的我也是我，经过这种的经验，你是会学到一些东西的嘛。被人家整了几次，你就知道，哎，原来这个是不是这样的。就比如说我一开始的中文不是很好，虽然我现在中文也不是很好，但起码我真的努力去比之前好了稍微有一丢丢。不是慢慢变聪明，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呗，你开心就好，追求开心，对吧？你想黑我真的很欢迎，因为这也是对我一个关注嘛，对吧？非常感谢你，就证明你有听我的音乐。这几天天气不好，我知道了，就是这几天每一天天气不好。你别说最简单嘛，你这样说最简单的，我好像弱智。小龙女来杨过曾经来到杨过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动情地说：“我也想过的生活。”我也想过，就是我有想过这件事，过就是动词，然后过儿就是那个人。我也想过儿的生活，这么简单。雨天骑自行车容易打滑，还好我反应快，我一把把住了，一把把那个把住了，对吧？这么简单，这么简单。
老肖，肖肖肖小小笑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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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考验你的中文能力。我今年的 flag 就是 Tim Wang Jackson 音乐。你小时候有没有偷偷喜欢过他？没有了，你啦。你小时候有没有偷偷喜欢过我？我现在都很喜欢你，很爱你。鸡蛋先还是蛋先？鸡蛋先跟蛋都是一样的。不是，我就是这样问，然后他肯定会混，很懵。鸡蛋先还是蛋先？然后他就肯定会乱。其实两个都是一样的。